垂直发射系统突然启动，导弹腾空而起，只见88枚导弹朝着一个地方飞去，很快目标地像下冰雹一般被炸得稀烂。紧接着又是2枚导弹腾空而起，这2枚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，最大飞行速度为10马赫，射程达到3000千米左右，最大毁伤范围可以达到10个足球场。很快导弹就命中敌人指挥部，20层的高楼瞬间变成了渣渣。与此同时，岸上的岸舰导弹已准备好，9枚导弹随着目标锁定一起倾泻而出。这种导弹飞行速度多为高压音速，射程为数十至数百千米，命中精度很高，破坏威力巨大。此时导弹展示了一番导弹眼镜蛇机动，然后紧贴着海面飞行，眼看就要击中目标。就在此时，无数枚子弹袭来，原来是对面驱逐舰上的密集阵型，以每分钟4500发的射速将导弹逐一拦截住。很庆幸潜艇遇到了驱逐舰，没有谁能拿捏住我，除非我心甘情愿。